听见这步的声音了吗？快快快，给他们咬，给他们咬了。一条布一会儿给整稀碎。你们是敞篷车呀，豪华敞篷车。去吧去吧去吧，玩去吧。哎呀，好几天没放松了。嗯，看看这个个头真的见长了。我来掉了，他往外跳。最快点最快点。小篮子，不许再跳了，不许再跳了。哎，快，找他们去。呵，你还挺厉害，俩腿在那圈里还能跑得动。这家伙够灵活的呀，这几天。我感觉他今天肯定不咋找你，他不像一开始小的时候了，你看看，自主的就是去玩去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，这个十二月十六那啊，自己现在都会玩了，你看看，我往这一站，没有动静了，不搭理你了，不搭理我了。哎，刚说完你又来了，走喽。那个能叼住球了，看见没？叼着球跑了。嗯，他的牙现在厉害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能在这里边拍。嗯，你别着急，等他们玩过了之后，一会儿还得找你。哎呀，这一个这个，这是之前的一个围脖啊，你看看，看来吧。哎呀，听见这步的声音了吗？给他们咬了，一条布一会儿给整稀碎。去，你看我不能过来，我一过来，哎，起开，你看，这哪行啊，这。小橘子，人家都咬布了，你别找我了啊。哎呀，你要是现在跟他们十二只同时玩的话，确实让你真的受不了，招架不住，招架不住了现在。哎呀，你看吧，但是他们现在可会玩了，比前一段时间也那啥了，是吧？对，抢东西啊或者干嘛的，这小性格你看看。你看那个小刘，现在还不会发火，只会抢，是吧？等真正发火了，就开始干起来了。干嘛啊你？嗯？干嘛？哎呀，这几个家伙就是不松口，玩了半天了，你看。小橘、小红红跟小篮子。
哎，你在这吧啊，你走吧，招架不住了就得撤了。我先休息一会儿。哎。一，还挺舒服这家。天热，玩一会儿就渴。坐上不吭声了。你倒是下去，你造啥孽站在里边，倒了一身。喝去吧，赶紧喝，赶紧喝，别看我，喝吧。哎呀，他们的变化很大，一天一个样。弄不住了，你们尽情享受现在的生活啊！嗯，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回你们新家了。回新家倒计时，嗯，回新家倒计时开始了都。嗯，打完疫苗第二天，是吧？嗯、这小家伙这小紫脖圈看松的成啥了？他们咬，只要它掉不下来，晚上再说吧。你吃的啥？你吃的啥？来了吧？又招惹上你们了。咬圈儿这时间长了就开始吃树叶了。他们这个一咬毛巾，那毛巾就准坏，可假。来。哎呀呀呀！每只小狗现在都是别管干啥蓄势待发的。总有那么两只小狗群啊。嗯。啊，又走了。今天没时间不那啥，明天嘛，明天给他们统一用沐浴露洗一遍澡吧。哎呀。你看吧，哎呀。坏了。十二只小狗，你要是真的在一块同时咬的话，就招架不住。一样。性格就这样练出来，你必须得逗它，对它玩儿。明白？急了吧？就得让他们发火，是吧？啊！你就这样逗它玩，它才有性格。嗯、你要是回到家里边就散养，就不管不顾的，让它自由发挥，你想想，它那性格能起来吗？起不来。怎么说呢？人家都是说没有最强的犬种啊。对，你没有最强的犬种，只有最强的个人，你自己个体，个人，个体。嗯，你只有你自己去培养它。啊，有点热了，不行了，热了，回呀是怎么着？回呀，不
不行，你们玩的太累了。